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森，我是曾静华，欢迎来到完全娱乐的频道，这里提供最新的娱乐消息，记得订阅完全娱乐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完全娱乐等你哦。不能呢，好烦哦。这是碗，敲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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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笑，完蛋了，曾静华哎。开玩笑的，没有花花。手机镜头前帅气又带点自然萌萌的模样，真的太圈粉。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票房成绩亮眼，男主角陈浩森的人气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八日晚间，他在 IG 开直播，一一回答粉丝朋友的提问。Birdy 在哪？我来问他一下。Birdy， 他不在。Birdy， 他不在啦。不要烦他。要给他休息的时间。森森怎么那拿摸口爱？好，请问浩森什么时候要出柯仔的单曲？什么时候？请期待。请问浴室那一部分有真打吗？我如果让你问出这个问题，就代表我成功了。Yes， 哇，这个人留好多。他说：“浩森可以多讲台语吗？好可爱。”那有什么问题？林浩，我是阿汉，我是阿汉。林浩，林浩，可以唱一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吗？鸡蛋拿出来了，我跟你说。不会啦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嗨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再唱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，希望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。为什么我单身？因为 Birdy 不在。哦，这还不错哎，用这个好了。自己对于这部电影最喜欢的片段是电话亭。娃娃，娃娃过来，为什么不选我？你又没有按那个娃娃，快点。直播过程新歌金曲歌后魏如萱上线观看，意外跟陈浩森在线上合体。嗨，歌后。Hello，Hello，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为了时间这回事，然后呢？一次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哈哈，哎，我们今天这样不算合唱吗？我们这样算合唱吗？太棒！Oh my god！ 哦，哇哦，哇哦！隔空跟魏如萱合唱，让陈浩森开心到差点病鬼，可见他有多兴奋。调皮的他甚至对娃娃开撩啦。你眼睛里面有东西耶、欸？什么东西？哪有东西？有我。哎、欸，我这跟偶像同框，我要截图。一二三，三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搞不好我可以当，我比较像哥哥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长得比较操劳。我现在有我逆龄。你是因为歌后所以容光焕发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现在很漂亮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一直都很漂亮啊。闹耶！我不能再继续讲这种情话了，华华会生气，华华会生气。
丢啦，华华没有一起参与到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只不过稍晚魏如萱工作结束，在自己的 IG 开直播卸妆，碰上曾静华上线观看，两人也一起隔空连线了。华华，嗨，耶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你最近好吗？我最近还不错啊。先恭喜你，真的很开心。谢谢。你的金曲奖真的很漂亮。真的，我跟你好小。可是我现在在你面前大卸妆我没有看过你卸妆现在仔细来看。好了，你看我卸完了，可以还可以看吗？你也没化妆啊。可以啊，我就长这样黑黑的。黑的，你真的很棒。我这几天都有听你的歌哦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首歌？我喜欢《一雷收窄》。你喜欢《一雷收窄》？我洗澡的时候都在放那首歌，然后就。我要陪你洗澡。对啊，那什么？我说陪你一起洗澡。我就边洗澡，然后就边让那首歌直接一直放下去，就接下一首，接下一首。你上次推荐我那是什么？华华，你那天已读不回我，然后我就想说你可能不喜欢，然后我还删掉了。我没有啦，我那天在忙，真的太忙了。那天华华已读不回我，我想说完了，他可能这么的就不喜欢我，然后我还自己把留言那个取消传送。我那天传给你的歌，因为你那天不是有说你跟爸爸，就是爸爸开货车的时候上面都会听一些老歌吗？是是是。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有一首歌就叫做《蓝色小货车》啊。哦，因为我那天有看到，然后我想说等我忙完我回去再听，结果你就收回了。你都不回，然后我想说花花真的是怎么了？OK， 我们现在和好了。我的热情是在私下，就工作的时候，我不会，不太会看手机。好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好好好，我们已经和好了，我们也要一起就是拍照吗？嗯，我现在上帝帅，不会啊，很帅啊。好，你看是不是很帅？帅。耶耶，完成了王建堂报道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W A N A N， 大家晚安。